欢迎收看完美研究室，我是完美思佳，我们今天又要来开箱了。我只能说，身为一个粉红人，我总是觉得孤单、寂寞、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都容不了我们任何一点的粉红色。But 今天根据可靠的线报，我们要来到一个真正的粉红世界。去看看 ！Oh my god！ 太夸张了，各位，哪有人处方长这样啊？各位，这要从哪弄？这个厕所，被卡死下啦！这样子，好，里面都放些，对，完整，对不对？很完整。这本来就长这样吗？对对，本来就长这样子。本来就长这样子。对，本来就长这样。大哥，我人生已到站。这一根，也帮我弄一根，放在我家门口。我朋友远远就会知道这个是我家。毋庸置疑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粉红小屋。先跟各位说一下，我们这一集绝对不开滤镜，绝对不搞特效跟后置，因为不需要。来让大家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粉红世界。狂爱狂，迫不及待。心目中的 number one 王美 ，pink 女神，拜拜各位，她本人好美好美哦，不要进来了，拜拜。不是啊，这太开心了吧？因为你们家是一整套哎，连壁纸、窗帘、沙发是都是花，花不溜丢之外，竟然有一种莫名的契合感。光听你这样说，我就知道你内涵有多深了。我也是一个很 deep 的人啊，也好深度一点。哎、欸，请问一下，像这样子的壁纸要搜寻什么风格？你如果要搜真正最对位的话，应该是英式乡村风墙纸或壁纸。哦，这就是关键呐、关键字出来了。如果少一个英式啊，那可能就比较悲剧一点。那请问一下，这一张平常都谁在做？这张其实跟我老公。他都坐在这里吃晚餐，这是古董椅、啊，这是古董椅，啊、对。然后其实我这思佳，你知道这个布我已经重新绷过了，没想到他又做破了，所以我就用蕾丝再补一下。就是会很像故意的，就是看不出来那是好像有补过的痕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干嘛？这间小孩房、对不对？大家想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思佳，你把门打开看看啊。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对，宠物房、小孩房，还能干嘛？这迪士尼店吧，啊，你看这什么，这什么，什么都有啦。大哥，这夸张，这个都要放啊。他连酒瓶都长这样，太魔幻了啦。对，打开你看，它每个这个，对，我就把它弄成一个小屋子的感觉。小屋子，你因为你觉得储藏间是不是应该都，反正把它塞进去就好。没有储藏间，一般来说都是最 boring 的地方，就是你会忽略它，想要反正说所有的杂物跟必要东西都丢在那个里面。对，干嘛还要花心思去整理它跟打扫它？那个就是有用心，各位。哪有人厨房长这样啊？所以我就觉得人没有一定的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所有的事情没有一定的公式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连洗碗的都长这样？对对对，都一定要不一样，太过分了。然后这个，做透明的，因为你爱买，是不是要让他看到漂亮的东西？你花的钱，花的东西， right, 对，要看到。这洗碗机都变这样子，你看看，你有看过这样子的吗？有啊。啊，这砧板长这样啦，对，可爱吧 ？Hello Kitty 的，我爱。过分。对。沿路看过，这里面这还有蕾丝。请问一下，连这个都是早上煎蛋啊？这个煎蛋饼 size 超合。Oh my god！ 就刚好。可爱吧？你煎一个蛋，觉得都无所不在、对，无所不在。这怎么可以这么厉害？然后连哦，烤箱上面哦也有做这个。对，我们时常在下面，昨天才烤一只鸡。厉害的东西。然后这边还有收纳哦，放这边。鸭油超健康的，关键是宜兰鸭油。不，我想问的是这个粉红色的。哎呦喂呀，这个好，我绿粉红。这要从哪弄？其实我收了四五个回来，真假去哪收这种东西、啊？这个我觉得就是要有个精神啦，就是你收了关键字之后，这个东西好放好实用，刚才不是粉红色，然后就这样就一直滑，对，要一直滑，要有耐心，要有耐性，这样是不是？滑到粉红色为止。各位，如果你觉得这里吼、粉红爱好者已经手拍到快烂掉了嘛，对不对？谢谢支持。还没有看到最精彩的部分，各位。垃圾桶，垃圾桶长这样，
不好意思，他们家什么时候有过这个颜色？有、啊、有，他们家是粉红色，全系列都有，什么都有。Oh my god， 还有粉红色冰箱。Oh my god， 对，来出动各位来。然后 Hello Kitty 电锅哦，这卡车真的超好用，必备了。它不是只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认为有猫可能不见得好用，我跟你讲，它真的很好用。有过钩子，你看，对对对，这个样子啊，夸张。嗯、这个磨豆机，夸张。Made in Taiwan， 很好用，粉红色。对，这粉红色，这个粉红色，对。等一下，这张柜子，古董，古董，看得出来。薇姐自己漆的。哦，你自己把它漆的粉红色、啊欸，但是你大家认为我斑驳，但其实我就是喜欢它本身就是年代感，年代感，对对对，它明明就漆不好，它说我做旧，很快，哎、欸，仿旧感说不好做出来，仿旧感不好做，这样刚刚好，刚刚，其实功力有限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下，这两个蝴蝶结跟项链它是通往哪一个世界啊？去看看 ，Oh my god， 太夸张了，各位。那我的洗衣房长这样啦，怎么会这种东西都是粉红色的？大哥，这一块，这一块，那我的洗衣服这样洗啊？这一整排是什么？收纳。你跟我说说。对。夸张，这粉红色啊！每天这样谁要不洗衣服啊？每天洗完，这里面是不是都是粉红色的、啊？我看看。嗯，检查。嗯，我找寻这个家里面不是粉红色的东西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大哥，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？太过分了，连这个区域他们家没。角落都没有放过哎、欸，极致到一个程度哎、欸。各位，我觉得我太开心了，我找到我第二个家。好，后阳台都长这样，我不信你厕所有多厉害。你看看，欢迎参观。确定吗？等一下，我先检查一下。每一个地方要仔细拍好。啊！啊、这熊真的是我们的最爱。那熊怎么可以那么可爱？好可爱，好可爱。他要搜寻什么、啊這個？我跟你讲，他就是 DIY， 他是一个美国人。好夸张哦！对对对，他专门在卖动物的。哦、上面也是长这样子哦。哦慢慢进去，我觉得离谱。什么？这一只？你觉得它像老鼠还是兔子？它是兔子吧？对呀、啊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这是粉红色的？对呀、啊，好漂亮、啊。粉红色的，这太夸张了吧？这个厕所。上厕所不是要很舒服吗？这会不会太舒服了？哦，我觉得这个厕所有点太让我开心了哦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检查一下。哎，这是小薇的小心机。好聪明哦，我怎么把它遮起来了？因为我觉得小小的洗手槽，你再做一个柜子，是不是很碍事？我觉得太聪明了。对，大哥，我要尿尿，谢谢。包包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包包它不重，它是我包包。当年还有 Melody， 对，很多图案，没有买到 Melody。我跟你讲，它很贵。我先生等一下看到，知道价钱。我先生问过我，我跟他说五千块台币。他也信啊，他信啊，他很不入世啊，他不入世。这好几万呢、欸，傻乎乎的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们是在最贵的地方买到，对。到处都买不到，对，在北京买到。我跟你们讲，我看有个艺人在卖这个包包，他有两个，多少钱？很合理，大概一万起。真的假的？出发，一定要好好收藏。对，以后不得了，各位，你又看到什么来了？女生就是要有一个像这样子的空间，对，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对。对就是543，这是古董哦，哦，这真的古董哦，这一行在上面，对对对，整个这样摆有没有？这边有没有一种那种欧式的，这个贵族起床的时候会到他的台子上面？你知道吗？很多人都说威宾很日式风格，日风比较乖一点。对，你们有精致，你们有细节，你真的懂。我今天已经手都快拍烂了，飙下泪来。真的遇到知音，真的。因为你看他摆这些古董娃娃，对，这是欧风，而且你看他还有小甜甜。这是小时候有没有？拿来真的油画写生，拜托，这个我小时候那一卡，如果留到现在那还得了，都开博物馆了。真的啊！你看，这还买不到哎、欸。思嘉，你是不是也很爱美少女战士？我很爱，我很爱这个。好，没关系。那你知道
小薇把它改造哪里吗？你看不看得出来？这个袋子啊，是不是这个袋子？你看看，是不是？我就说行家，因为它原本的袋子是一个调节的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但是如果看我嘛屋啊，对你一定有，我就想他一定有。谁想被我惩罚？谁？谁？来。小丁丁，小丁丁，你看他可不可爱？他就是，你看他这是真的古董哦。然后其实拉链都快坏了啦，但我还是觉得我要把它拍回来。里面就是，哦，其实写真，它是一个写真的那个，就是带出去的那个袋子。小朋友上学的时候有没有？他可能要去写真，他就是提这种袋子。然后呢，像这个。它也是算古董的，你知道现在，你知道现在这又重新流行，流行什么？有真的，因为哈，放什么？太空气，对，拔罐器。因为你知道拔罐器是不是长得很丑，老人用的，但你知道把它放在我的古董袋里面，我们家常常全部聚在一起排队给我姐拔罐。拔罐，你看溜冰鞋，哦，是是，他看到溜冰鞋了，真的很棒，铺马的。古董这很久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古董的古董的，那很可爱吧？好酷哦！你不划放那都是艺术品，我就是觉得这样真的啊。请问一下这个哈哦这卡你看马上想来来来，这卡是啥啦？这是我们的公事包啊。我跟你出任务的时候，出任务，比如说我们要造型会议 PPM， 我们要开会的时候，我就里面装很多艺人的资料，拿这卡会很过分，这样子啊，里面都放些漂亮漂亮，对。完整对不对？很完整。它本来就长这样吗？对对，本来就长这样子。本来就长这样子。对，本来就长这样。反正我觉得这一卡是我其中觉得最最很喜欢、很棒的收藏。很棒，而且我真的心情很对对。你看有没有钩子？然后呢，你可能还有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就拿一个像这样的包包，装你的东西，小袋袋，然后这样子一起拿。哦，好可爱哦。对呀、啊，心情是不是就好起来了？其实他东西都在妹妹的包包里，还有老公的手上。好啦好啦，很合理、啊，就是给自己一个理由，好不好？不要再问我们废包拿来干嘛，就是拿来装你人生的疑惑。这件好，反正这个品牌它其实有卖母女装的，亲子的，这真的很漂亮。嗯，我很喜欢。这顶帽子是哦，手工帽，手工帽，对，手工帽，手工帽，古董，古董，你看，对，这种样子，哇，这种它都欧洲收的吧？对对对，IKEA 最近在卖这种啦。但是我要变成我们自己的样子，是不是就缝个蕾丝？哦，要不然它就是只哎，很搭我今天这一身哎，对。超可爱的，哎、欸，真的呢，这样提出去好像吼、喔、变成超贵，好像几千块的感觉。你背起来，你拿起来就像、啊、再弄个弄什么？去超市放一点水果在里面。哦，这放水果嚣张了。小姐，请一下，你要加1元买我们的袋子吗？什么？你们的袋子、啊？哈哈哈Oh my god！ 这张沙发，哎、欸，也是十几二十年，这是古董跳蚤市场买的，它是蕾丝，但我就觉得把它缝上去，缝上去这样子。就是不要把旧物只想到要把它丢掉，不能只收藏，还要使用。因为一般人可能会想说，我要用同花布去补，那它就会补不到那个样子。对，可是你就直接把它改成另外一个风格，是把你的这个熊熊图案放上去，别人就觉得它其实很特别。对，感觉好像是原本的设计就长这样子，是太厉害了。这是另外加上去，太厉害了。其实我觉得。家的造型跟人的造型都是一样的，对呀、啊，不要担心你做坏或做不好，其实这是你的家，你开心怎么弄就怎么弄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老公也是睡这张吗？你废话，对呀、啊，睡这里啊。他喜欢吗？他喜欢吗？嗯、他吗我听他呼声连连的状况应该还是不错的。真的很少女风的床。嗯，对对对。啊，然后还有这个，对啊，嗯、这要收什么啊？因为你的还有这个型、哦，应该是床头靠枕。摇椅是怎么一回事？哦哦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我是在台南买的。台南有台南的那个古早的那种做实木家具的。啊，你自己把它漆成这样。是，对，漆成这样，然后弄的就很欧了。你连收纳也是哦，很极致哎。很极致。你整个人极致到一个程度，你看看这个里面，跟你看这个超久了哦。以前的公主没有开滤镜是真的漂亮。啊、对对，姐夫的样子就在这里。是不是一个好好的人？
16岁的回忆到现在，是，对对，陪着你打造这一间，眼睛打开的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。如果说本身跟你们一样是同好，然后觉得太开心，你完成他们的梦想，女生心中都有少女心。是，我认真的说，每一个女生一定都有，但是可能因为生活的关系，让你忘记了公主的样子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来你们家会重新唤起那个自己想要当公主的那份真诚。其实我们都50加了嘛，但我觉得人不要因为年龄的限制，当然去做你的心里。谁说50加不能有公主梦？可以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哎。欸，后母脸公主心耶，拜托二 D 美少女，好不好？所以希望大家看了这一集之后，重新燃烧你的公主魂，好不好？ Yeah. 一定要当自己人生中的公主，我们不需要王子来拯救我们，我们本人就有 kingdom， 就有一个城堡，好不好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哦哦哦哦，太开心了，继续翻，哦，怎么可以那么可爱？